同学们，我们这一节呢，继续啊画那个石头。石头呢，在我们画卷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一块呢，一定要把它固起。哎，如果画石头呢，这个块呢不固起呢，就是以后呢在画花鸟的时候呢，要补砾石啊什么，带来很多的麻烦。你所以石头呢也不能马虎。哎，你现在看看这个是石头了，好像是很丑的，但是你要把它画得很美，很可爱。啊，那么就是要注意这个枯石浓淡，哎，这个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哎，你一定要在枯壁里面放那个石壁，哎，那么刚柔松紧，这里面你一定要注意，用笔呢一定要竖，笔杆竖起来，啊，好，你不要以为我是都讲了啊，但是这个很重要，好，我们开始这一幅啊，这一幅嘛也是挺伟大的，它是圆粒带刚的东西，哎。我们从上面开始画，哎，它呢，这个石头呢，比较哎，有点野味的，哎，那么好像那个银川一样，卷银，哎，那个画山水里面呢，这种称法呢叫卷银春，哎，那么画用在那个供色里面呢，也是挺有味道的，哎，那么你要呢仔细的称差，哎，啊，你看啊，我。从开始的再慢，哎，比较湿，哎，慢慢的，哎，枯了，一点点，哎，啊，你不一定要站起来画，你可以坐着画，坐着你这个，撑，这个碗也可以靠在上面，哎，你这里叫灵活，哎，不一定要形式，哦，站起来要硬碗这样，这种呢都是形式，哎，你这样，这是因为小画，小的画笔呢，你没有必要站起来，就坐着好了。你画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笔呢像刀子一样，哎，一笔一笔很有松，哎，但是有很有力的，哎，这个纸上呢能够出现一些沙沙的声音，哎，咔咔咔声音，哎，不是很轻浮的飘过去的，哎，哎，你坐着好了，哎，你坐着呢有心态呢就不一样了，心态很稳了。不是好像很急躁的站着，哎，所以画画的时候心态很要紧，哎。有一次呢，我在杭州呢，参加一个画展，这个画展有好多人开的，好多人开的时候呢，他们要求画家呢在一起作画，大概有10多个人作画，那么我其他的人他差不多他们都是站着画的，哎，我呢就是坐着画，哎。坐着画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的啊，心态呢很平稳。那个时候呢，还有摄像机啊、照相机啊，都对着画家呢在画。哎，其中有一个呢，他是有气功的，在我们画画的人背后呢擦一下。哎，究竟哪一个人有气功？哎，这个画里面呢有一种气场什么的吧？哎，结果他擦擦擦，哎，这个手呢离开那个。画画的人呢，大概是80公分左右，他的哎，他呢，他到我的背后了，他停住了，啊，他跟人家讲，这个人的气场很大，啊，后来呢，人家告诉我，啊，我笑了，就是我从来没有练过气功，我怎么有这么大的气场呢？后来一想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心态很平静，很松，放松了，哎。就是笔呢，很打是一笔一笔的，擦擦擦，在这个纸上，哎，那头纸笔，我觉得呢，可能也有点道理，哎，因为我这个心态呢，这个病理呢，跟人家不一样，很沉，很稳，哎，这样，所以你画的时候也要这样，哎，那他这个笔，哎，啊，浓了，哎，慢慢的。画下去，淡了，淡了就慢了，哎，啊，这里枯了，马上用点湿，哎，铺一下，很有趣，好像是搞游戏一样的。但是我很本能，我觉得，哎，这里面枯了，一定要放点湿，哎，这里湿了，哎，马上用枯笔来蹭它几笔。那么这个石头，哎，那我现在呢，一路讲，一路画。我自己没有什么一定的
怎么样要摆定的这个一个构图，哎，我看了他这个陵墓的稿子，哎，我基本上稍微看一下参考一下，哎，那么我很随便的，哎，照他的意思，哎，很随便的下笔，哎，也不是回去找他一样，就是本着我这个蹊跷，我画画的这个蹊跷，哎，你看哭了，马上用湿笔，哎，认一下。所以蹊跷呢是很要紧的事情，哎。这个跟那个前阶一样的，如果告前阶的人，你这个蹊跷呢不过硬，就是你的那个打击人家的时候，这个前头力度不大，那就是，根本呢是起不到作用的，尽管你的姿势。摆得多么漂亮，多么好，还是起不到作用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功夫上那个再下在这个蹊跷上面，怎么样子要有力度，跟画画一样的，怎么样有味道，哎，能够里头纸币，哎，这个用笔呢有金色味，这个金色味呢，你看就是楹联，哎。苍蝇，哎，这就是金石卫，留得住。我在画画的过程中呢，我总结出五个字，就是画画的基本的审美呢，要达到金木水火土，都要回避。刚才我讲的那个。金色味就是用笔一定要有金色味，哎。那么木呢，就是你看要松林，很随便，很松林，不是很并在一起的啊。我们整体看一下啊，整体看一下，哎，那很随便，哎，你看这里枯了啊，湿了，这个木呢，为什么和随便是木呢？你看树木、草木蓬蓬松松的，很自然。哎，像树木一样，草木一样，哎，很自然，很松林。那么这是木，水呢，当然就要滋润了。哎，你看枯的地方，你看有，哎，不该到枯，哎，就滋润，就有水分啊。水就是顾名思义啊，很滋润的样子。如果这幅画你干巴巴的。那肯定是没有味道的。那么你要晓得，要滋润必须用笔要苍润，用笔要有金色味。如果用笔不苍润，没有金色味，你水再多，不觉得滋润。哎，我曾经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，大画家，名字我不讲，他的画的上面基本上都是水，还水不淋淋。但是我觉得他。用水不会用，不觉得滋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枯笔很少，没有金色味，水再多也没有用。所以你在这个五行上面有怎么一个讲法，叫金生水，有了那个金色味的，笔出来，你再用水了，那就是很稳了，有道理的。壶就是要有个气势，那么这个气势呢，当然这里面，就是要有文章可以做了，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，他要有学样，要有修养，那么各方面的画画的经验，都要不是一下子能够得到的，这个壶呢，就是像一画笔一打开了，像一个壶一那光照一样，给你一种感受，这种就糊，那么还有土呢，就是一种浑厚啊，像那个土地一样浑厚，扎实，那么这个呢也有两种方面，一个呢就是用笔很厚，不是偏锋，都是竖起来的，沉着又能够力透纸壁，这也是一种厚。另外一种呢，比如像这干了以后再结，这种厚。
比较难的啊，因为你接下来你不能乱接，有的是地方呢，你一接着就僵了，所以接的也比较难的，所以金木水火土，啊，人生也是一样，你也要五行，哎，回避啊，不单单是那个的画画，好，这幅画基本上结束了啊，那么我们。下一个，后面还有一幅啊，我再画啊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呢最后呢再画一幅蛇。这幅蛇头呢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幅蛇呢是一幅，它的真正的这幅蛇头呢，在杭州那个花圃里面，原来呢是放在那个浙北的一个小镇上的旁边一个庙叫富年寺里面的，是。一个周云峰，啊，周云峰呢，他的来路呢是很有来历的啊。那么这个我现在不讲了，书上呢有说明的。那么这幅画呢是比较的啊难画啊，它呢有一定的启示啊，所以来龙去脉呢这些啊笔画啊也不能乱来啊，所以我们呢要仔细的刻画。那刻画的时候呢也要刻画得很松灵啊，所以。我们呢，从上面开始画啊，哎，从上面开始画，我们要观察它的经脉，哎，经脉在前面，哎，那么要先把经脉拎出来，它的。面上有许多台湾，哎，那么是卷起来的。你要一路画，一路要，哎，上面画下来，一路把这个台湾呢表达出来。哎，我也是用那只小白鹰，哎，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哎，转到这里来，哎，把前面的经脉先拎出来，哎，边上你慢慢的讲，哎，它很有规律，哎，这样过来到这里，哎，你把经脉先画出。如果你去，看那个一些石头啊，好的有名的石头，所谓有名的石头，其实它已经，哎。起笔一种眉，哎，这种眉呢是天然的一种，哎，它不单是正面看、侧面看，哎，甚至背面看也有味道。其实它的这个眉呢是一种抽象的眉，哎，所谓抽象的眉呢，就是，哎，一种什么呢？松紧，哎，一种线条的一种动向。所以这个舌头呢，哎，是挺有意思的，怪不得呢。宋代有一个画家叫米芾，哎，他见到一回好的舌头要拜，称他为师兄。哎呀，师兄久违了，哎，他拜。其实呢，我想想看，他一定不傻。你想，大自然里面这么多舌头，能够要看得上的舌头，其实是。不多的了，怪不得他看到一回好的舌头要拜，这是可以想象的。我看看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哎，哎，这种好的舌头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欣赏的话，真的要大吃一惊，还好啊，高汉不得了，是这样的，谈不上什么颠不颠，哎，就是他能够懂得美。能够欣赏美，哎，能够理解这块石头，哎，确实好。他就是能够发掘美，所以我们来画画，哎，你画到一定程度，哎，你滴好的石头，你可想而知，哎，也慢慢的能够欣赏了。
你看我画的时候，哎，勾、衬、软同时进行，哎，没有一定的板定，哎，你一路画下去，一路衬下去，一路软下去，哎，就是这支笔，啊，等会儿离开我的这个笔芯里面，这个水还是清清的，不浑的。你想好了，我这哎这样画，哎，浓到淡，哎，水都到笔上，水没有了，那么你看。我在清水里面，哎，马上这个水往上这个壁上吸了，好了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下去。那么啊，我再蘸一点浓的，哎，要养生这个一种习惯。吸墨如金，并不是要按下这个墨，啊，其实就是你能够怎么样子精确的，哎，安排处理墨色的变化。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，哎，你以后画什么花人物啊，画什么花鸟啊，什么什么，哎，山水呀，一样的，就不慌不忙，哎。哎，你看，哭了你要沉得住，哎，这样。现在我这支笔很小，哎，但是有的人看好像我是用大笔来画的，哎，你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好了，要铺着看，你再大的笔，如果一直是哎平起来接着这么画，人家看好像是小笔画。你这支小笔，哎，你看这支笔呢，我这样一转，一来，哎，那个好，好就马上铺开了，哎，好像是大笔。你只要沉得住气，哎，不是否？人家看不出你是用小笔来画，哎，这样一转一来，又委婉，马上好，马上开了，马上能够收，能开能收，哎，能够这种呢，你要是经验，你自己去呢，在直接中呢，你慢慢的正视，哎，我讲呢，现在只能讲一下，要你自己去领悟，哎，所以呢，佛教上呢有这么一句话叫悟。哎，这个悟了，你不要说好像这是可能是有道理的。哎，你只要能够有悟性高，一悟，好，马上就灵通了，悟出来了。这个悟字了，哎，确实是有点道理。那么我们呢，它这个面上还有许多弹歪，哎，一种歪，哎，弹定歪，哎，我们呢也把它圈出来，哎，这个圈呢，它上面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们呢要有节奏，哎，不要把它紧紧严严的点上去，哎，要有疏有密，哎，有代表性的，哎，一种。有的化石了，他们提上那个要供养那个液压，哎，除了好的石头了，哎，真的可以供养那个液压，哎，很好像是有能够生出来冤啊，生出那个银川来，确实是很有味道的，哎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呢，有的地方呢要实啊，有的地方要虚，哎。师傅，石头了，
是我加上去的，这年代的画布上是没有的，因为我只在喜欢这块石头，哎，我呢也喜欢化石，所以我呢，我把它增加上去了。这块石头呢，我小时候经常到那个寺庙里面去看它，哎，真的怀美无穷，哎，太美了。好，我们呢再来混捏一下，哎，上面刻的哎，用那个清水，我再淡嘛，淡淡的，哎，混捏一下，哎，你看我混捏的时候呢，这里哎，好像画山水一样，哎，很虚，哎，但是呢，有实，哎，虚实相生。为什么叫虚实相生呢？哎，如果这个实呢没有虚的了，这个实不好看。哎，这个虚的地方呢，如果没有实的地方了，哎，虚的地方又出不来，所以呢叫虚实相生。这都是我们古代的哎道家的哲学里面一些神秘。所以，我们汉民说的，一些神秘的，都是从道家的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。好，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啊。嗯，可以啊，这一部分我再来烘了一下呀。好啊，那么在杭州呢，画布里面呢，我也去看，我也拍了好多照片，画了许多，铅笔的写生啊，他呢处理的也比较好的，他下面呢画了，搞了一个底座，底座呢他也跟那个上面有呼应啊，我现在有时间先啊，还少哎，简单的勾上几笔啊，他的底座。加底座也是比较难的，不能先边投资，哎，也要很松灵，哎，也要很松灵，哎，一看人家就知道这个是底边的，跟那块石头哎没有关系的，哎，但是呢也要有一定的呼应，哎。这样，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一开始。好，同学们，这回石头呢也好了，那么我们价值与画布的启发讲座呢，到这里呢也结束了。我非常高兴能够在电视剧面前呢跟大家讲课，这呢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啊。今后，你们大家如果有什么啊要问我的，你们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写信，我知道的呢一定会告诉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